把猪脚藏里面，给老婆一个惊喜。昨天老公让我吃芥末，今天也要让他尝尝芥末的味道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竟然在我碗里放芥末，等一下我要见机行事。吃饭了？啊，吃饭。今天是酸菜鱼呀？嗯。筷子都没拿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去拿。机会来了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他这是把我当兔子养了，光吃青菜。
嗯，老婆，这汤也不错。好的，嗯，老板，嗯，你尝尝。嗯，哎，不错，我拌饭吃。既然背着我藏鸡蛋，那就别怪我。给你放个蒜，让你长长记性。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就知道你会偷吃，今天就是我翻身的一天。来吃饭呢？来了。来，螺蛳粉。